本朋友就是介绍我这样的一台的不老手，然后你把手伸进去之后呢，它会自动的帮你做一个热敷，还有松筋，还有穴位按摩，而且它的力道是很足够，好像有真人在帮你捻针按摩一样。哎，我妈妈，我妈妈80岁，我上次拿给她。他说：“小梁，这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这手部按摩机。”他一进去，爱不释手。我没有看过他这么的那种会心一笑的感觉。他说：“这个真的很舒服。”这个台哦，总共有6个孔，这边拇指伸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边我用右手画，右边拇指伸出来。那瑞姐麻烦你左手放进去，所以他是左手放进去。你看，左手拇指在这个地方，对，也就是说他左右手全通。嗯，压下去之后呢，他就启动了。那这台最棒的按摩，他必须要看他的所谓的气。这台它有21个气袋，那气袋越多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手指也有肌肉，对，也就是说它的气袋上下上下每个手指都有独立的气袋去帮你做按摩，环状去做一个按压，等于360度把你的手指头、手掌整个全部都可以，手指、手部的关节，还有掌心的肌肉全部帮你做按压，而且呢，它有2种的模式跟2种的强度。那第二个还有，我现在用第一段。那个力道，对，那很多的像俊阳哥是胖胖手嘛，我希望能够压深一点的，穴位压深一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压一下，按照白光是加强的，哦，很舒服，很紧绷，哇，特别有梦，这个手掌这个地方有好明显的力道，整个就上来了，本来感觉像女生在帮你按，对，现在呢，是一个男生，像是一个男生帮你深层的穴位。我有个问题，我有问题，就是尤其在我这个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肉的地方哈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圆圆的东西，然后在那滚来滚去，那个是。这是业界独家，它叫做筋膜滚珠，它会在这个掌筋地方去把筋膜层做拨开，就是这个，哇，就是酸爽酸爽的感觉。来，这边有一个按键，压一下，它变红光，它会微微的增温到38到42，所以瑞姐有没有感觉到？有，好像有一个男生在握你的手一样，没有，那个掌心的温度，我是看这边了，没错，没错，我的手。它里头全部都采用抗菌的一个材质，吸湿透气排汗的一个机能布料，我会觉得说它里头其实是在呼吸的，完全不闷。我发现这台机器后面有一个这个，这个呢是10度支撑性，它为什么还有这个？因为你就可以减少腕部压力的部分。它很棒，是说你有发现到，其实你5只手指头，你的关节，它连关节都在帮你做放筋的那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而且它一次呢10分钟，它就结束了。如果你有临时有电话来或有重要事情，它还有一个红色的按键，你压一下就立刻就暂停了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不老手它是由日本专门做这个按摩科技30年的大厂制作的，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个经验，在日本的家电它也非常非常有名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这台也得到很多的认证跟奖项。它这个在日本呢，它有拿到日本 Good Design， 就是非常大的设计大奖。而且它的功能，它在日本拿到日本的设计专利，还有国际的 IEC 认证，以及在台湾要经过我们的电检局 BSMI 一个认证，它全部都有拿到。真的超棒的。对。